今天为大家开箱 THZ 的 device， 现在就让我开盒子再看里面会有什么，给我些时间。为什么我会购买？是最主要觉得它很神奇很特别，所以就以尝试心态来购买。咦，原来里面还有盒子，双层保护层设计，里面白色盒子它会有一个把柄的设计让你拿出来，对我来说拿它出来还蛮吃力的。 Oh my god， 它的重量跟我的重量一样。可以看到包装设计很精致，盒子品质很忠厚，最重要这是2011年4月最新包装设计，还有精致的小封口粘纸哦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一看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我先打开这个封口粘纸，再为大家呈现里面是怎样。终于打开啦！哇，又是防爆包装。接着就是装放特水液的小包包，还有一本说明书和简单讲解关于水液。再来就是充电器，这个就是插头，当然少不了一条电线。接着就是水容器，这个水容器还蛮笨重，单手拿起来还蛮辛苦的，不要学我哦。嘉嘉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太赫茲水仪机器。待会看回太赫茲水仪，先看这笨重的水容器先。哇，专属设计的水容器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很重，原来它采用进口材质，符合 FDA 质量认证标准，最重要它还是有刻度的哦。别担心，我定格三秒给大家看一看。这公司也太细心体贴了吧。再来呢，这个就是合格证，2021年4月1号。还有，这是附送一盒的过滤器，家里没有过滤器的朋友别担心，可以使用这款过滤器来过滤自家水。然后呢，先看看里面有什么先。哇哦，定个给大家看看先。这就是电圈，轻松安装在水龙头的接头，额外多送几个电圈防备。这是接口，避免自来水二次污染。还有切换拔杆。最后是过滤机器，精密过滤再过滤。现在来看太赫茲水仪是怎样。外形设计非常可爱，也可以放进我的包包。用泡杯即可使用，绝对方便又带。这是顶部设计结构，再来就是背部设计结构。这可以算不同造型的水壶，可以随意更换，只需三分钟就能共振普通水转换至 0.96Hz 细胞唤醒水，它可以增加人体细胞的三倍吸收率哦。好啦，任务完成，下一次呢，我会讲解如何操作这个水仪。按赞、分享、关注哦，感谢你们。